次哎、欸，不是吧？认真吗？我也是服了，各种死亡现场。哎，明日香是被诅咒了吧？清醒之后怎么感觉过更难过了？这一定是眼罩的诅咒。师傅，我当时害怕极了，太扯了吧？怎么什么逻辑？四只香香是要建议前接两只吗？对，前接两只就最多了。戴眼罩的都不行，你是说什么大总统吗？这就是殒命轮回啊！对、欸，他完美预言了他的未来、欸，就殒命了，可怜了，没有无视燃烧。应该可以，这个优点做坏，对，坏掉了，五十收。现在 AT 立场不能刷新是 bug 吗？是，应该是吧。不要跟我讲这是正色呢，跟我讲这是正色，我可以退款吗？应该不是正色吧？正色大家会暴气吧？明日香记忆有 bug， 这我知道了。我们已经深刻的体验到了。明日香怎么前解？刚玩不久，你点卡片下面不是有强化啊？强化下面有一个叫潜能解放，你点那个潜能解放就好了。然后你要那个指定的素材。那如果你问的是，那个解放出来怎么拿？神之魂筹应该比较难拿。神之魂筹的拿法就是工会洞可以拿到，不然就是氪。现在有礼包可以直接买神之魂筹，这还可以吧？超详细 解答。怎么解放阿红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问题？魂宠不会被没收，为什么魂宠会被没收？不然、啊、你前解完之后，他就把你那个魂宠收回去啊。会没收的点是什么？那不叫没收吧？那叫……对，那叫消耗吧。并没有你的解答，并没有让我理解。那可能你还是退坑好了。我刚才讲已经够详细了吧？你还不理解，我还要讲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那我只能说这游戏不适合你吧。十五二四四，哇，好，新珠消逝，然后再消两组十。这是吧，反过来来看也是，我们可以反复检查，就是我刚才剩下的珠子是六颗，那就是了，这叫什么反阵法？为什么台主那么云？不知道。哇哇，他是不是进小火啊？这种垃圾盾牌再多出一点没关系，还没有开玩笑的。火珠，那我开这好了。然后这个，嘿，嘿，还是得消火珠啊。可是我要怎么消会好一点？等一下，不能消这个，这都挤在一起了。怎么办？头好痛！这个我要殒命轮回啦！完了，这有个燃烧，还那个燃烧哎、欸！看我就没有无视燃烧，你还一直烧我，是不是没被人打过？没有开玩笑的。
他一直烧我啊！怎么办啊？这个这样看起来单边前界是比较好，还能说什么啊？按错了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哎呦，这样说你反而可以先蹲。好，就这样。不是，好，算是救回来了吗？遇到那个火珠劲烧真的是好痛苦的，还带燃烧，根本是鬼。又是你，我刚才就想打你了，跟着你玩，你还让我遇到你，你完了你。哎，过来给我打！你完了，直接被我按在地上打。怨念到底多深？我还不屌打你，气死我了！38关更开心。对耶，38关其实还好，38关还是可以叠。因为38关那个没有带燃烧盾啊，所以相对来讲是好一点。刚才那个带燃烧又要叠住，那真的有点恶心。洛基来啦，不要啦，那死太多次了，再来就暴气了。啊，这个不能吗？好吧，那直接消好了。我记得好像有无视防御力哦。A 把自身的攻击有无视防御，我记得是这样。就这边其实不用还原版面，对吧？我记得是这样。哇，这天降有个鬼的，没有错。所以这种石化珠就是直接打就好了。38别一消啦。哦，对哈，对哈。谢谢你提醒我，我觉得我有可能在那边晕，因为我现在还没用这队打到38。不能，所以至少在那关之前，你要殒命的话，就让副队长殒命。所以我刚才那操作其实是对的啊，让副队长殒命这个操作很对啊，对吗？其实我刚才操作是对的，但就是差别差在我不敢开口头。洛基出来直接殒命，洛基走开啦！哎呦，我找回那种被洛基统治的恐怖了。你对对了，对，我对了。殒命后会怎样？啊，就死啦！就是你那张卡片没办法发动攻击，也没办法开技能，就这样，就只有死掉的那张卡片不行而已。听起来很烫，不过我觉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，他今天主动技能出这种殒命，你知道吗？在之后，可能这种殒命就变成了敌方技能，会不会？我跟你讲，有可能。更扯的是，这种殒命现在没有那个技能可以解，所以他如果出在敌方身上就很恶心了。直接让你整队殒命，你就真的下去了。不是已经有了？没有啊，没有殒命盾啊，现在有殒命盾。不是死亡倒数，那死亡倒数不一样。死亡倒数你可以用前解的方式解掉啊。啊，不是前解，你可以用附加效果消除解掉啊。啊，这个不行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是有差的。我在想说，我开狗的会不会好？有公猪，太棒了！公猪，这样好了。不对啊，
哎，消掉了，完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让我黑科技一下，我不想重打了。种族与命直接不用玩，之前是睡眠嘛，其实睡眠跟与命差不多意思了。可是与命更怎么讲？他连技能都不能，哎，其实对啊，那跟睡眠盾差不多哎，感觉。其实与命盾就是睡眠盾啊。睡眠至少可以复消，哎，对耶，殒命不行，所以其实殒命盾是睡眠盾的 G8 进阶版，是有 bug 吗？我明日香开机 AP 一场没有重置，对，有 bug 没有错，我觉得这边有消磁行比较好，消磁行比较好去控制那个蝶珠。有了，锁链跟金锁链的差别，对对对，应该是这样。现在殒命真的是最高级了，欸，好聪明哦，好聪明哦！我现在都觉得他们很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是随便套一个，比如说什么金睡眠，那时候靠，这个一定是要延上啊，不要再金了。可是这时候他又说一个殒命盾，哎，换个名字了耶，但他不就是？金睡眠吗？对耶，这想起来一样是金系列的啊，他只是换个名字而已。哎，啊，怎么感觉又重生了？怎么感觉差好多啊？来，先出一个金系，他直接出一个那个什么叫做精致系列的，大家在干嘛靠背？然后出一个改个名字，大家就不会觉得，哎，这是一个新的盾啊。不是啊，这个就是睡眠盾的精致版本而已啊。冬眠啦，呵呵，冬眠盾。等一下，靠腰这边又卡珠子，是三小，是要逼是谁啊？我想看，可以开这个哈，开这好了。真的被这个关卡快搞疯掉了。工程师，感谢你的建议。不是，我觉得他出这个就是他根本是预谋犯案。他已经先让你适应这个有殒命的系统了啊，到时候出在这个主动技能啊，出在敌方技能身上就一点都不奇怪了。如果他今天没有在主动技能先做这个殒命盾的话，直接出在敌方技能，大家就会觉得很恶心。但今天如果先铺陈啊，这样那你慢慢洗，这叫什么？温水煮青蛙。那你先适应这个局吧。啊，就哦，这都说句很合理啊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哦，我的名字想回来了。那我这边直接打，开这个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可以过了，这个抗魔术应该就够了。这样可以吧？手消十七耶。你刚才说什么温水煮七八？耳朵是不是？你耳朵是不是该挖耳朵了？听力有点问题啊，这。温水煮青蛙三小，就是青蛙泡温泉。狗头要其他都同属对啊，耳朵有包皮。还是一只，先一只，另外一只再看看什么意思？有四只明日香推荐，直接两只前解吗？对啊，两只前解，两只前解是 OK 的啦，讲真的啦。那你要看看也是可以啊。
有四只就不用怕啦，就两只不会亏的啦。那如果说你是三只才真的要考虑的。听起来不好出是什么？阿红，我这六抽已经有两张真是三，两张明日香跟两张李博颖，你觉得我要抽到保底吗？我觉得就不用了，你已经这么多复制人了，就不需要吧。因为真是说实话，两张真的很够了啦，讲真的，我是比较推荐你省钱，反正之后还有很多东西要抽。整体有爽吗？不，我不，你是问什么东西？整体很爽？你是说明日香吗？我现在玩起来真的就不爽大于爽而已啊！大家应该明显的可以感受得到，我不知道你们感受得到。三坑满了。没有狗头可以用谁？很多都可以换，老实讲，长城上也行，比如说什么火焰蜥啦，那些都可以换。阿姨合作卡来讲，我会推荐你带真理吧，前几欧的真理是最好的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康对吧？哇，这种二消还要很小心的，这种康姆盾还是比较麻烦。结果一休息，好多客人外面好忙哎、我听得出来你是完整在说，好没事。这边是不是开明日香比较好？其实也是可以关狗头啊。拿过吗？木珠有，光珠有，插水珠哎、欸，啊没有，水珠也有哎、欸，所以其实是可以，不过转到就可以过。暗珠、木珠，漂亮，应该可以过。好险，老板没了看台，尴尬尴尬，二十关，我看一下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直接带走他。能尽量不动就不要动。漂亮，过到二十关看起来稳了，必须要讲稳这种东西好吗？讲稳就是伤感情啦。哎，可以看一下。哎。战斗模式其实不行，好、啊，这样比较好，因为骑手是水珠啊，等于是你拼的队里面只能拼水。稳是稳居居的稳吗？稳居居是什么？台主神转珠，不要夸我，我，你们不要帮我立 flag 了。一二三四，要搞四康。目前主要问题为修复五号机，真理五号机消耗比较多时间，为什么？你说官方现在人力都出在回复大家的五号机是不是？
哇，差一坑，难怪。所以他们没有空修这个 bug 是这个意思吗？一二三，有两张真理要前解一张吗？有两张真理，对啊，前解一张。如果两张一律就是一张前解一张不前解，无论是明日香或真理都是。哇，这怎么转？这么多。又在虐睡睡神，其实没有到虐，我被虐吧。差一康。你先认真转珠吧，我是来看你的转珠技术的。好，我认真转珠。我这个人很好说话，你称赞我，我就 OK 了。那我就认真转给你看。只有一张真理要前解吗？不用，我不推荐，因为那个挡死的技能还是比较独特一点。这边可以空转吗？不称赞的话会怎样？就会爆气。太容易爆气了。哦，我应该可以回满血吧。哎，这样会不会打太痛啊？打的话直接牙开，我直接重开游戏哦。不会不会，打开养吧。好，越战越强劲，还是开个战斗模式，不然他等下爆气就完了。感谢 LONG 的港币15块抖面。为什么要问明日香怎么前解？是你那边没有显示前解吗？那你可能重开游戏吧。明日香前解，这问题怎么前解？什么意思？就解啊。需要重开游戏有 bug， 有些人可能没办法前解，是游戏还没更新吗？你重开游戏看看会不会有选项可以让你前解啊？辅助回避还是比较好，对啊，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比较独特一点。啊，你如果说你现在觉得那个应该说这样讲啦，如果说你现在不选择前解的话，那即使未来你觉得他进化后那个加康我比较强，你还有机会可以前解。可是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前解了，你就没机会再退回去了。所以我觉得你之后觉得他进化强，你再进化，你都有那个权利，因为现在是那个。没有前解之后是不能退化的，问题就在这。感觉前解玩的明日香没有真丝当队长稳，就比较惨。其实我觉得我老实讲一个啊，就是他这个补那个叫什么绝对领域的这个还是很重要的、啊，所以会让你觉得不稳，可能有那个原因是来自于这个吧。一技能不能补这个绝对领域，要不然其实我们这样实血，你看我现在已经五万了、啊，那我再加上那个 AT 啊叫什么绝对领域35000，我实际上有85000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是多的，但就是那个，哎，搞事。
好，应该可以开明日香，先炸板的开明日香。感觉家伙很累，对啊。啊，正常这时候我就在睡了，超累的。我原本以为今天很快就收工，没想到一直被累，被自己雷到了。你可以试试明日香退化，你没有试过吗？前姐应该是没办法退化吧？之前是不行啊，还是现在可以了？有人试过吗？好，你们就帮我试这个好了，好吗？大家如果现在有空的，可以帮我试试看明日香可不可以退化。怎么办啊？反正这样好了。为什么开特效感觉伤害特别高？错觉吧？还是是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我觉得那是错觉，因为明日香前解后，它的伤害是很飘的，所以有可能只是你那回星球的高火族很多，你伤害就会高。但我也不排除它有彩蛋的可能啊。如果是这样，就太坑了吧？第一次听到。开特效还能够伤害比较高的，太扯了吧！特效盾，特效盾是什么啊？听起来很坑哎、欸。暗珠在那，哇，这个很陷阱哎、欸。他暗珠直接摆那，让你去消。好。彩蛋的哪是不彩蛋？为啥福音战士扬电子炮的无视弓前盾已经达到龙科分数了，无法用出来？我在猜啦，唐伯虎，你没有点秋香，这就是问题。你先点了秋香，你再来问好吗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在猜你可能没有带三个能力啦。你那个龙科要三个能力，你知道吗？那三个形状长一样的那个能力才能触发。要不然就没有那个无鼠盾啊。应该可以过吧，要过香炉，对对对，点秋香就是这个意思，过香炉，秋天的香嘛，秋天你要记得 去点香啦，要过香炉啦，对吧，他们才能保你平安呢，是这个意思，对。没有按住，没关系，明日香差一回合，这边就洗个技能。我去改名叫秋香，为什么要改？改什么名啊？秋天的香，云哥的红，神魔的吧，神魔的彩蛋啊！你讲错话了，等下你账号被封。哎呀，没有无鼠呢，好开这个。嗯，那只手在那边，真色啊！没有，我是开玩笑的。我是说，他挡住我的转珠了。他手怎么摆中间啊？怎么懂不懂的礼貌啊？是全职 YouTuber 吗？是，目前全职在开车。这边开个真伤应该就可以了吧？战斗模式，不是背景音乐播完了。现在有点干，等我一下，我先转完这回合之后我就可以上那个背景音乐了，大家再稍等。真的很干欸。没有背景音乐就无法直播的实况组在这。好，他回来了。好，下一关。东京的什么东京的实康以上干，这鬼吧。好像我有准备这个。是不是在想我要不要开这个石康？你觉得就区区石康能挡住我吗？是没道理吧？应该可以过吧？很怕。为什么要立 flag 呢？好，十三。手消十康以上也可以啊，对对，十三康了，整版问号，什
没有看过千人上，靠腰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变身了吗？好，我想戴妹变身了耶。他的逼的我就是想变了。要变吗？我们要变吗？我觉得可以耶。真的可以，我要开这个。哇，这个真的有够惨，野性突起，野性突起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。嗯，这应该打死他吧？要开战斗模式吗？他血量12亿耶，12亿，我觉得一个战斗模式是比较好。战斗模式好了，我们技能真的比较省，省了就出事，我跟你讲。好，一伤就一伤，700亿吗？好扯，好恶啊！这什么 ？CD2 七 combo 一下，可以呀、啊！遇到最友善的敌人呢、啊？真是真色，为什么？这不是尝试吗？一直都在色玩，三十四关。单击2亿盾，靠腰有个鬼，怎么办？我可以2亿吗？我应该达到2亿吧？我应该达到吧？我不想开减免，因为下一关就没办法。我觉得这样应该可以达到2亿。我相信你好吗？别让我失望啊！即使克数，我们也给他灌过去好吗？2亿可以啦，我也觉得可以。现在都殒命了、欸，我都殒了哎、欸。好啊，可以，不是大声就能赢，但大声好像可以。这个慢。不能开，不能关狗头，我已经学到教训了，各位。可是可以开明日香变身前的前解前的技能吧？可不可以？还是其实不用？要不开啊？哎呀，要把自己毁死了？为什么？现在是怎么样会毁死？哦，因为我们殒命吗？是这样吗？因为我副队长殒命吗？所以我副队长不能变身，是不是？这样吗？所以我现在是怎样？怎么搞？等等，我在怀疑是不是副队长，因为我刚刚那个殒命，他会让自身回复一加成，所以我现在要。我要冷静一下，我这边好像只能空转嘞、欸，是吗？变身加回，对，变身加自身回复力3.7倍。如果说队长技能加回复力就没事，可是主动技能加回复力就有事，但真的是。先让他死去啊！现在只有这个打法，要空转。
用 AT 立场挡，不会死。哎、欸，哦对哦、欸，好爽哎、欸！不是干，哎、欸、等一下，消一组，消一组，新珠是不会死的。啊！赶快死，赶快死！啊！耶、欸！然后再开这个，对吧？这样就没有回复力三点多倍的那个问题了。好好好好，不要再提上星座了，别好漂亮！第一次这么希望他赶快，他赶快挂掉，这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嗯，开一个战斗模式好吗？一定够吧？他箱才17亿，哇，有点多哎、欸。怎么办？我想一下，嗯、应该可以吧？好，确认一下，这个可以开，那就应该可以。就这样，我就不相信这样打不死。等下有先攻吗？应该没有。哎、欸，等下，下一关有突击9000多。但就算遇到突击那个，我们也是挡得下来这个血量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可以的。应该可以过啊，我觉得可以吧。这个即使一边殒命，应该还是可以吧。好，漂亮漂亮。打得太谨慎了，不是不谨慎就下去啦。哦，是你还要先，是他就可以开炸板，感觉舒服了，那就不要消光柱就行了。是你我就舒服了，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？明日香全结什么时候开始？什么叫做明日香全结？那什么东西？叠、哦、珠？开车问啊？开打轮回都会怀疑人生，对啊，你得小心一点啦，不然你真的会伤心。打轮回不宜太冲，这叠的真漂亮。好诶，玩 RO 吗？没有，没有这个人生目标。干你妈新竹，怎么办？殒命了啦，殒了啦，没殒受不了哎、欸，没有新珠嘞、欸，没有带空场，只能殒了。哎、欸，不是殒就没办法过啊？你这不是搞死我吗，大哥？没殒过不了啊？大哥，你别搞我啊！死了。你允了，等一下38关就过不了。欸，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怎么办呢？没办法了。这也不可能，这要消几颗星啊？还有一个方法，因为他只打79000啦，我现在有 AT 立场，我就可以那个，我就可以补那个，我就可以挡住他的攻击啊！干，可是他就不给我补 AT 立场啊！妈的，垃圾！哈、啊，我明日香刚好 CD2， 这个真的是因为 bug， 不然我这边其实会过哎、欸！哎，垃圾游戏。欸、有什么方法现在可以回那个 AT 立场？看，真的垃圾。
新株要削20棵，怎么只有3棵耶？是玩毛啊？什么负面工商？是他们自己是搞坏自己的游戏吧？这么多 bug， 真是有够扯的。不是我狗头炸版也没办法、啊，妈狗头才炸3个版面，最好是炸完那3个全部都新株，15颗新株那可能会过。狗头是炸版转新株的角色吗？凌波也没办法炸、啊，因为我现在凌波的 CD 4啊，刚才开过了，先变身过后再想。我想想看，我真的目前唯一要过的一种可能就是那个变身了，真的。可是变身也不可能过啊，因为他没有帮你转火珠啊。唯一还有一种通关最后的可能就是那个凌波凌炸版，然后炸到完全没有一颗火珠，那会过。你觉得这有这种可能吗？一季没刷新 AT 一场，真的低能。先陨，然后后面把火珠用龙科把火珠，不是你就算把火龙科滤掉啊，队伍会转火珠啊，队伍会再转火珠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问题就在这啊，如果他这队不会自己转火珠，那倒还好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等一下，落转珠无效，不是啊，那对啊，那关会转火珠啊，那关没有落转珠无效啊，所以是不行啊，赌个。那几率有多低啊？你要炸板完全没火珠哎、欸，一颗火珠都不可以有哎、欸。死了怎么有攻击？就靠队员打、啊。现在在思考什么？现在思考怎么解这个20颗星珠盾。但他们还在修真理哦。前解后的明日香。算不算叠到火珠了？不是啊，你火珠一消，你怎么叠火珠？你跟我讲，一消怎么叠？除非你把那个火珠丢到垃圾桶，但是游戏没有垃圾桶啊。运气大凶，妈，可以用宝石，我早就用宝石了。你以为我不用吗？现在所有的打法都导向只能赌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只能赌了，没必要了，他就只能让我这样赌。好，就保佑这个凌波凌啊，最好给我炸到我们什么零颗火珠啦，好吧？最好你就给我炸，不给我炸试试看。不炸就下去啊，还能说什么？真的是热色。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，过香炉了。那我真的要拿我那只过香炉啊，前面都还好。到转火的才是真难关啊。就要变黑还有效吗？什么意思？暗区。是啊，我们不会被打死，但是就是很麻烦。伤害够吗？哎，现在你没办法思考到那啦、啊。伤害够不够已经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能不能过啊？你刚才那个不开技能很明显就是该那关下去啊。现在至少活到这，你知道吗？来实战看看他这个异效会不会坏掉。我现在真的是真切的希望他这个异效也顺便坏掉好了。你有 bug， 你就、连这个队伍技能异效也有 bug 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一套的好吗？看来我是想多了，这是个一箱没有 bug。
来喽来喽，大家帮我刷一波，刷一波什么？刷一波加油好了，好不好？帮林柏林加油好不好？来了，要炸喽！炸喽！炸喽！看到你们加油，我就炸喽！哎，我那个要殒命了，靠背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炸这个喽！航空诱导弹，火猪变零颗，完全没押韵。呵，怎么可能零颗？你们脑袋想一下就知道了，这怎么可能零颗啊？那零颗是游戏坏了吧？好，希望这次这时候带个暗游侠什么的哦。反正我们不会死，就再洗一次林柏林跳起来而已。我就看你在这回要搞我多久啊？永远没办法过，我们就洗到回合数零好了。队长殒命，我们回合数也跟着殒命好了。打2000多哎，为什么打那么少？哎，他为什么只打2000啊？坏掉了吗？为什么只打2000啊？嗯？比如说为什么只打？他不打37000吗？哦，打了。刚才好像只是因为有 AT 立场的关系。大左炸板才会变零颗，偷嘴大左、啊，用龙科试试看啊！不是，那就不会用龙科，就不会一定会有火珠的，那不用想了，因为你龙科开完，你队伍不是帮你转火珠吗？那你是一定100%有火珠那种东西就不用试了吧？你百分之百知道他一定会转火珠给你，你算了吧。只是说唯一通关的可能就是我们有47位可以赌那个林柏林。他就是有那么一回合，有那么一回合讨厌火珠，那就可以了。你们觉得有可能吗？这概率小于零吧。啊，要叠啊！好，我跟你讲，来，这位朋友叫什么？龙门是不是？你直接私信我粉丝团，你队长变身火珠一消，然后你给我叠火珠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期待你的表演。你怎么叠？你给我叠叠看，叠你个毛叠！杰尼老师，你干嘛呛观众？林家狗头炸，对啊，现在只剩这个希望啊！啊，所以就是你炸的要成功啊！来了来了，再一次，来来来来来来，航空诱导弹，火珠变零颗。不是哥，你为什么要一颗啊？哎，怎么感觉有希望啊？吼吼，一颗，妈的！如果他在右边的话，我还可以用狗头炸。问题他在左边，哎，明天相对偏左啊。哎，有希望哎，有希望吗？不是，如果说你今天让我炸到一个整满没有火珠的，我就原谅你这个 AT 立场没办法补的这件事情，好吗？对，就是不给。哇，调皮耶、欸！太扯吧，这是故意调戏我吧？哎、欸，一颗，哈哈，笑你。这游戏是不是故意要让人家爆气的？台主是不是不会叠珠？对，我晕了，一颗火珠你叠给我看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直播记录档就上传了啦。最好是不要给我过啦，让他看看那个前解后的明日香，就这样啦，你们要不要前解啦？要不要氪金啦？你们自己决定啦，好不好？气死我了！
我就上传这个了啦。啊，打不过怎样？一定要打过吗？那实战一定要打得过吗？啊，他就这，他就我就烂了、啊。他脸上就写三个字，我就烂了、啊。那能怎么办嘛？哎、欸，你想，哎、欸，林柏霖是不是要跳了、啊？开火珠，艾龙克绿火珠就好了。好好，你可以绿一下，你可以绿一下，就可以发现会怎样了。好吧，你先绿绿看，好吗？先绿，你再跟我讲。你先被绿，好吧？你先绿珠，你再跟我讲会发生什么事。还可以四五次，对对对，听起来真是充满希望。开狗头有可能掉火，对啊，这就是坑的地方。好、啊，来，再来念一次咒语哈。航空诱导弹，火珠变灵科。好，谢谢。我们七回合后见。我们一个光年后见。我们下辈子见好了。这对，干。我觉得一颗已经很扯了，一颗已经不是一般人可以。办到的事，原来已经演成死在玩这款游玩这一把了。要先开火珠天降，要先开天降火珠，不用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又不是要打伤害的关卡，不用怕伤害不够啊！你只要叠到珠子，它就过了。为什么要开？叠住，为什么要开那个天降火珠？关台吃饭的啦！不行，我觉得我就算我要刷烂嘛，那就是你得要拿出点东西来刷烂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为什么他烂的证据，好吧？就算炸完没火珠，还是要消到火珠吧？不用消到火珠啊！哦，对哦，哎，对哦，对哦，哦，我懂你意思了。好，对，的确要先开明日香。好，那就是开明日香了嘛，没什么。谢谢你们提醒。所以我刚才其实赌到了，我也不会过，对不对？哎，不一定，说明我天降赌到也是有机会。对。不要再赌天降，不是能够炸板到没有一颗火珠已经很扯了，我们赌这个就够了，不要再赌天降火珠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应该是赌不到了，一辈子也不要想要过了，难上加难。好，我真的觉得重新打会不会，说不定又比较快。你要跳没？这次会不会被你炸死？哎、欸，不会啊！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开这个，他没有被炸死啊！他要被炸死，他早死了，他就不会在这边气我了。OK， 我可以开了。航空诱导弹，火珠变灵科，超多，特色人。真好玩这游戏，转他属性，他没办法控制，是要转三小。你没看到他旁边有一个无视控制吗？而且就算转属性也没用吧，他自己会转啊。狗头的用处是增伤跟发呆吧，我不知道，他现在看起来也比较像是在发呆。人生怎么可以这么难呢、啊？天哪！聊天室刷一波新珠变灵科，不是为什么是新珠？火珠啦，搞错什么？新珠不可能变灵科啊，因为它一定每回合给你转固定的四颗啊。
佩恩，我的痛苦在你之上，我的痛苦在你之上啊！想过但却无法通关，敢不敢让我过啦？我跟你们讲，不然我们直接……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就是怎样，要立 flag 才会过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立 flag， 我跟你讲，等下给我炸到一个都完全没有一颗火珠的版面，我直接现场刻十单，好不好？我直接想刻十单，哎，我就赌你，我就赌你不可能了。怎么可能？如果你是这么佛心的公司，你还有考虑到这游戏的体验的话，那我直接有什么理由不支持这个佛心公司？对不对？有什么理由不支持？工程师吗？工程师在吗？我们 flag 立咯，敢不敢？我就问你敢不敢炸个没火珠的给我嘛？现场刻十单啊，然后等一下又被银行打过来，不是那个你是不是刚刚又氪金了？刚已经被打过一次电话了。十单 flag 嘛，哎，这 flag 可以了吧？好，可以开了，可以开了，来来来，十单，有没有机会？再念一次咒语，航空诱导弹炸到变十单、欸，差一点咯，有在做事咯，两颗咯，但是没新珠哎、欸，靠腰啊，关键有新珠了，我怀疑他应该是要搞我啊，妈炸到没新珠，他是想看我下去吧？但是他殊不知我还有狗头。差点十单，我是真的很希望可以过的。你要给我这没辅助的版面，我也甘愿氪十单的啦。真讲真的，敢不敢啦？就问你敢不敢的啦，神魔之塔，敢不敢不要有这么多 bug？ 你没 bug， 我现在就已经过了。哎，所有的失误都是在那个啦，不是我失误，是所有的。能够通关的希望都是在光西亚那一关了。啊，光西亚那关，如果说我有绝对领域的话，我现在根本就应该已经过了吧？就是有 bug 啊，不然我也不想这样啊。不然我也不想在这边氪十单，还要被你羞辱。你又不给我这炸板，你又不给我那个，哎，算了。过了我抖一万，说到做到，真的假的？感谢吉吉吉吉成，你的 ID 有点难念呢。吉吉吉吉成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什么感觉？有点像一个咒语。剩18回合了，我们还剩几次啊？实在要送观众啊？为什么要送？十单，我要直接刻在我账户里。不是前一阵子已经有送了，下次有接工商再送你们点卡啦。怎么一直笑？不然我要哭吗？现在还是我应该爆气？没有必要为了垃圾爆气啊！真的，这是他错哎、欸，你干嘛为了别人错而生气？感觉不太值得。怎么一直消火珠啊？你以为我想消吗？我也不想消啊！啊，就一消啊！你要问的是为什么他要一直不炸出整版没有火珠的版面吧？对吧？这是你应该问的吧？航空诱导弹直接克十单。哎、欸，他就没有一次是。让我有赌第二次的机会耶，因为假设他火珠全部集中在右边的话，我还可以靠那个狗头再拼第二波。但炸那么多次都没有耶，他火珠很平均耶。留火珠给狗头炸，不是啊，
现在今天问题就是这里啊，你他妈你有看到吗？而且就算我留火柱也没用啊，他每回转板我是要留个毛啊，他直接给你转掉啊。除非还有一种可能啦，就是他那个转板，他那个转板把那个火珠全部都搞到右边去，那就有可能。那我们可以开狗头拼一下，不过应该是不太可能。他这火珠都是常态分布的、啊，现在已经转到眼神死了。我们剩最后倒数13回合，神魔之塔，你到底要不要赚这个钱？你看我，你赚这个钱，名利双收啊！你可以获得佛心公司的称号，你还可以获得我的厨职，这不是一箭双雕的事吗？哎，真的是不会想，哎，年轻人，怎么就不好好想想？能不能给我炸一个没有火珠的版面呢？对吧？这只是有没有心的问题啦，对吧？有没有有心的话，早就给我没有火珠的版面了。你可能要喊 Terry 爸爸让我过，好，我们俩来试试看。两回合后，我们来试试看，看看 Terry 爸爸有没有用。你看、啊、有用，我还不叫你爹。十单算什么？十单很多哎、欸，十单，你是不是在嘴炮啊？十单27000台币哎、欸、，Hello， 没有很多啊，你可能是游王啦，我平民玩家对嘛，27000对我来讲很多了。哦，来了吗？来了吗？来了来了，哈，来了，准备叫爹啊！航空诱导弹 ，Terry 是爸爸。不是，我就不懂，为什么你炸就一定要？你看我还有最后一次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你为什么就非得要卡一个火珠在左边呢？想不透，真的想不透。我原本以为我有狗头，至少还有二次机会，结果是二次伤害。剩最后一次了，我们就玩到死啊！今天很符合这个主题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殒命轮回，真的殒命了。还能说什么？我不想重打，这就是会过。我跟你们讲，就是会过。为什么不会过？因为他今天有 bug， 好吗？所以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问题，好吗？我已经尽力了。所以真正让这个新的大奖负面工伤的是神魔之塔，好吗？是他没有办法让我回复绝对领域，导致我们那个新珠盾那边没办法挡死。要不然我现在也不用这么狼狈啊，对吧？狗头跟三张位置，我觉得也差不多。不是那个问题，那你们都事后诸葛，那我前面也不知道他这样会后面会这样搞我啊。实战后分析，垃圾官方各种 bug， 这不用实战后分析，实战前就知道了。今天没出 bug， 我还觉得是不是生病了，神魔之塔是不是生病了？欸、真的是不出 bug 就浑身不舒服是吧？这家公司。不知道在干嘛，这家公司太扯了。然后我刚才看大家说那个什么前姐的真理也有 bug， 是不是？到底为什么可以新出的两张卡片全部都有 bug？ 这到底怎么办到的？你会跟我讲一下，到底怎么办到的？好，最后一波了，要不要氪？要不要让我氪金？要不要拿回佛心公司的称号？就看这一次了，好吧？大家刷一波。刷一波什么 Terry 爸爸好了，好吧，看这样他们会不会比较爽，好吧，你们刷了我就开始炸。
磁单有没有看到？官方在前面了，在前面了，就问你要不要拿嘛，就问你要不要拿嘛，天宇爸爸，天宇爸爸，我闭着眼睛看会不会比较厉害，好，这个炸板会比较厉害，航空诱导弹，航空诱导弹 ，Terry 是爸爸 ，Boom！、哦、我看到了，没有火珠哦，一颗火珠都没有，对吧？当我睁开眼睛，我就要看到这样的景象，两颗，你这是玩我吧？你这是玩我吧？而且你还不在右边呢，我真是。最后我只想再试一件事情，就即使好了好了，假设我们现在真的是哦，就是运气扯到爆炸，就是真的只有一颗火珠在右边好了，我们来试试看狗头炸板会不会给你炸出火珠来，两颗再炸一次我就不信，两颗，看为什么要玩这一队？为什么要浪费我青春在这里？为什么不要再浪费青春了吧，各位？有 bug 就是跟你讲，不要玩这游戏了，好吗？等他需要我再回玩吗？